现在视频上面有红灯，做一个男人敢做敢当，你当时闯红灯的时候想到这个后果吗？人家车子在行驶了，还从人家车子前面插过去。你拍的视频不算，我。卖惨没用的，要想法律法规。学者，闯红灯干嘛？对啊，你闯红灯对啊，不服气了去吃苦看，跟我打官司去。对，但凡有人说你闯红灯对的，我警察让你坐。